大爷，能不能取根烟抽？我已经戒烟了，但是我今天当爹了，生个闺女。哎呀呀，那大喜了，哈哈，大喜了，好，抽抽一根。谢谢啊，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再也不是李岩小爸爸了。张老师，吃饭吧。你叫不叫人家吃饭了？你们吃吧，你喊什么喊？你干啥去？我能做到。你非要今天晚上跟他说啊？你还想耽误明天一天的课呀？哎，人家一个大姑娘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去跟他说完，明天早上一早我就送他走，谁也别见谁，省得谁见谁都难受。
慢点，慢点。你等一下，来把鞋换了。哎，怎么花花绿绿的呀？人家说了，说现在孩子正是发育视力的时候，这些颜色对他有好处。来，慢点坐下啊。你累了吧？来。抱一会儿，你不会，所以他要学嘛。哎，慢点慢点，脱头，头头，脱屁股。来叫个爸爸。你想哪回叫啊？所以要教他呀，叫爸爸。这是妈妈。妈妈。怎么了？困了困了，折腾你路了，来我来我来。慢点慢点慢点，哎，等一下，干嘛呀？你慢点，小心点。来，托着头，头头。小闺女。睡在这张床上，你长得又高又壮，哦，睡睡睡，你穿吧，哎，我去，谁啊？请问你是杜女士吗？不是啊。一位先生让我把话送给你。啊，谢谢啊。哎。啊。帮我把它扔了吧。啊？把它扔了。哦。怎么了？上，多花了点，不错。睡。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你找着新工作了？我还在以前那家公司上班。啊。还有事儿吗？大爷，大爷，你别说走就走啊！我们结婚吧。葛俊，我现在已经身心疲惫了，你不要再开这样的玩笑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就像你当初跟我说分手一样，我是很认真的。很认真的，你有没有想过说这种话是要负责任的？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。大爷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不能没有你。公司的事情我向你道歉，我当时我不应该那么冲动，还有我觉得我应该像你一样找一份正式的工作，我按时的上班下班，我觉得那样就不至于和你一天到晚见不着面了。那你的音乐呢？你就是我的音乐啊，所以我们结婚啊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这么轻易就放弃自己的理想？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北京这个地方来是来干嘛来了？葛俊，你明不明白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懂吗？分手。哎，怎么了？该放学了。谁说该放学了？每天那样，又在这边放学了。你站住！同学们，
今天你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，课文抄的都是错别字，我们必须把问题解决了才能放学。老师都是这个时候放学的，他没有教你的老师。大王，不能开门！大王，你不是老师，凭什么不给我开门？我就是你的老师。大王，放开我！回去坐着，别再打来了，回坐着，听见没有？回去，必须把问题解决了才能走。走，谁不愿意看见我，明天可以不来，但是现在坐在这里就必须好好上课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啊！老胡，现在把课文打开，老师带你们一起来写生字，我写一个，你们跟着我写一个，看清楚笔顺。闭嘴！跟着老师一起写啊！行，你们两个可以走了。老师再见！老师再见！再见！我看看啊，好，回家再抄两遍，明天拿给我看啊。老师再见！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老师再见！老师再见！看一下，好，走吧，回家吧。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。你们俩可以走了，老师再见，老师再见。我看看你的，你这山字怎么出头了？嗯，你想想咱们村里的大山，是不是在路面上是平的，不应该出头啊？老师告诉你啊，你是笔顺写错了，先写一竖，再写竖折，然后再写这一竖。这样就不会出头了，记住了吗？回去再写两遍啊，回家吧。老师再见。臭小子，快回家。哎，等等。校长。哎呀，你这个板书写的真好看啊。小周老师啊，不瞒你说啊，我的字写的还不如他们的好呢。这些年竟让娃娃看我蜘蛛爬了，别擦，留着啊，明天让娃娃多看看，以后啊说不定都写一手好字呢。啊，我是来叫你回去吃饭的，你一把饭菜都做好了。行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我等你啊。哎，漂亮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做出来了。发布会的策划书细节都已经落实了，就等你选一个合适的日子，请柬也印好了。那就这个周末。没问题。对，谢谢你这么费心。我做这些不是为这个，你让我帮你丈夫做的事情我已经悉数做好了，而且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好，那你欠我的情我想你也一定会还给我，对吗？那您期望我怎么回报您呢？我很喜欢你，虽然我已经知道了你结了婚还有了孩子。我很爱我的丈夫，我非常爱他。我只是希望你把自己借出来几天，陪陪我，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，
我们一块去度假。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为了几千块钱就可以出卖自己的大学生了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很爱我的丈夫，我非常爱他。我并没有要你离开他。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的话，我可以暂停现在一切工作，我另找出版商合作。至于对你公司造成的损失，我会尽我全力弥补的。等一等，书会如期出版，你和你的丈夫就准备周末的发布会吧。谢谢。咪咪叫爸爸。多喝点。听话。来，多喝点。我回来了。去哪儿了也不告诉我。咪咪咪咪，快看谁回来了。看谁回来了。来，多喝点，多喝点，多喝点。来，看看。出来了。怎么样？李然，我希望新书发布会是咱们生活的一个标记，咱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咪咪。发布会什么时候啊？就这周末。我明天要出差。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接了一个杂志社的活，要到农村拍一个关于农村教育的专题，不过我会在发布会之前赶回来的。我们都有咪咪了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这不是给咪咪挣奶粉钱去了吗？是不是？让记得赶回来啊。一定赶回来。不，妈妈爸妈妈爸啊。不，哎呦，爸爸给咱们挣奶粉钱。不，妈妈给你买礼物了，等会儿啊。李老师，李老师，九号先生，对，九号快走吧，我们今天还要坐一段汽车拍六个小学呢。我觉得这地方特别有质感，要不咱们多待两天。要待你待，我还得回去看女儿呢。林老师，快走吧，有点劲儿。老师，我要红颜色的。红的。老师，我要绿色的。你绿色画什么呀？画草地。给。老师，我要粉红的。粉红的，画的真好看，来。老师，我要黄的，过来拿。拿。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靠山头。好。校长。我给他们上图画课呢。好。没有白纸了，只能教大家在地上画。不过这下挺好，彩色粉笔全都用上了。行啊，过两天我去镇教委，把你的事情和娃娃们的事情都一起说了，啊。好。
老师，我的红粉笔又没了。老师也没了，我再去找一找啊。校长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哎，你去吧。爱心哦，好好好好。哎，你们是干啥的？你好，我们是北京一个杂志社的，到这儿拍一个关于农村教育的专题。教育？哦，你们是北京搞教育的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就是这里校长啊。你好，我叫吴清明。你好。哎，小朱老师，小朱老师啊！哎呀，这么大老远来的，还没喝水呢吧？哎，我家就在跟前，上这去坐坐，咱们给咱们孩子好好话。不客气，来，要说教育啊，我能跟你说一火车呀。哎，小刘，你多拍点啊。哎，那小伙子也来啊！啊，来了。您是校的老师吧？我是来拍点照片的。别拍我了，拍孩子们吧，拍孩子们。哎，老师，谁要的红粉笔？是老师，是我。给。你画的什么呀？不许丢粉笔。来，老师看你画的什么。你呀，把我们这里好好拍拍，哎，让城里的大学生了解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，看看有没有志愿者愿意上我们这来支教的。我们这里啊，就是缺老师啊，外人谁也不愿意到我们的地方。啊，还好，最近啊来了一个老师。李老师，都拍好了？都拍好了。哎，多拍拍，多拍拍，多登几家报纸。争取多给你发几家。哎，等杂志出来，我给您寄过来。哎，好，也让我们这里孩子啊都看看。那行，我们先走了，还要去下个村子呢。哎，别走啊。等一会儿跟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们聚一聚，啊！我们实在没时间了。我再领你上我们村子里转一转，这村子可大了。我都去过了，都拍过了。那这就走啊？哎，好，我送你。您留步吧，啊！那再见啊！好，哎，再见。谢谢您。哎，再见。哎，再见啊！对。再见。累不累啊，腿真的？累的话就站起来，不要把腿放在地上。累。老师，看看你画的什么呀？水果啊。哎，校长呢？他刚刚跟一个叔叔出去了。哦，好，继续画吧啊！我看谁画的最好看。我看他们的老师挺有意思的，不像这样人。应该是志愿者吧？拍了吗？他不怎么让我拍。快走吧。喂。啊，我知道，什么事啊？你这两天在干什么？我给你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。我要回江城了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是听见了吗？为什么？我们俩不是分了吗？那我还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那你回江城干什么？你说话呀！哎，我们都分了，你还管我干什么？谁管你了？哎，葛俊，你怎么老是这么任性啊？你来北京这些时间，
都是在干嘛？全浪费了。你的那些梦想呢？哎，你别净给我盖大帽子啊！我今天就走，你来不来送我？不送。我这都是在干嘛呀？你到车站了吗？车几点钟开？你在这等我，我来找你。我就在让你等着我。怎么等你啊？车都已经开了。这么快就开了？能不快吗？车是已经开了，人还在呢。好啊。你敢骗我？我怎么骗你了？哎，你别走，你怎么穿那么点就出来了？我可不舍得冻着你。来，不是你让我等你的吗？你说你还生什么气呀你？放开！我不放开。放开！我不放。我让你放开。那你说吧，你让我等你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要回江城吗？干嘛又在这儿站着？那不是你叫我等你的吗？你怎么话说了？你说话呀！你不说话，我走了。哎，戴言，我真走了。想我了没有？我也想你，多好啊！我好像又回到了最初那么开心的时候。我们永远这样，好不好？嗯。啊，我给你看看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昨天想了半宿，然后做这个又做了半宿。真的，我想通了，不管我能不能做音乐，哪怕我就是个普通人，普通到很普通很普通的那种，我都不会看不起自己。只要我能跟你在一起，其实对于我来说，音乐是拥有你以后才变得有意义的，所以我不能离开你。好了，我的话说完了，你看怎么打发我吧。我总要回公司说一声吧。没关系的，都老夫老妻了，你去吧。那我就先回家，我补个觉。一宿都没睡了，回去睡个觉等我。嗯。打个车回去吧。别了，我就走走就回去了。不行，必须打车回去，怕你困了。啊。好，那我为了你，我破费一次。Thank you.
么狠的？呀，落成这样。老师，你在拍什么呀？老师在拍最美好的东西。什么东西是最美好的呀？树。对了，树，还有春天的小河，树上的每一只小鸟都是最美好的东西。老师啊，你是不是最美好的呀？你觉得呢？当然是啊。那老师啊，我们是不是最美好的呀？你们当然是最美好的了。小沙，跟我们一起照张相吧。来，大家把牙齿露出来啊，把你们手举起来，都看那个镜头啊，来，一二三，哇！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哇！校长，我想去给邻村上课，他们那不正好缺个老师吗？我来回跑跑，还能多拿个工资呢。那怎么能行啊？到邻村上课那得过一条河，这大冬天的，不行不行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不行。那人家挑单子做买卖的，一年四季来回跑，他们能行我肯定没问题。那都是一群山里的汉子，这天生就那一副骨头，你这城里来的女孩家能跟他们比啊？不行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一想到孩子们的新课本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那我骑车送你去。
小周老师啊，嗯，一会儿图画本就别买了，图画课上点别的吧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哎，这个图画本比练习本贵多了，省点是点。这不行的，校长。咋不行呢？对于孩子来讲，现在学习是最快乐的。我们再怎么困难，那都是我们大人的事儿，不能让孩子失去这份快乐啊。哦。再说，他们最喜欢上图画课了。哦。那，小周老师，图画本还买？少买几本吧，大冬天的不能老让孩子们在地上画画，再说彩色粉笔也没了。